异动漫《刀剑神域》的改编游戏现在也登陆手机平台喽。在《刀剑神域：记忆重组》中，玩家可以操作同人、雅斯娜等熟悉的角色，并将他们组成最多三人的队伍一起冒险。在战斗时，玩家可以利用点击、长压、滑动等操作，简单的使出攻击、回避和防御等动作，还可以观察怪物攻击的时间，使用反弹或切换等动作来交换队友。只要集满了能量，还能够使出原作中帅气的剑技呢。